谢谢吴教授的分析。行政院中午公布部会副首长人事异动名单，国防部军政副部长由现任驻印尼大使夏立言接任。夏立言曾经担任驻纽约办事处处长、驻美代表处组长以及外交部政务次长，负责与美国学界智库联系沟通，并且与传统基金会、布鲁金斯研究院、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等相关领域的学者熟识。行政院表示，希望借重夏立言丰富的外交官经验，协助国防部业务，为对外军售及沟通注入一股活水。